你下个月干嘛呀？下个月？是这样，就是我这儿吧，有一个戏，想找我，然后呢，我就跟剧组就推荐了你。哦，谢。然后，然后啥戏啊？一个古装，实在不行，九月拍也行。哦，你这么随意的吗？就为等你嘛。九月肯定不行了，因为我后面肯定是留给庆余年了。哦，庆余年啊，那个，那、哦、我这个。那明年行不行？就明年都能等。这电话能打到明年去。